天天气不错，这个建成很可以。OK， 塞车时间来拍一下。我要找一个遮阳。哦，刺激哦。好，继续前进。OK， 抵达山顶，风景还不错，没有白墙就是爽。OK， 2180，高度2180，赞赞。啊，后面完美在拍照，排队一波。鸢嘴山2180公尺啊，真的很高呢。解锁塞尔达的成就，真的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我们慢慢来。好，我们要准备撤离。如果会担心，好像是就是反过来，这样会比较。对，应该是反过来吧？你可以反过来。反。所以我后来都抓石头的脚脚。我也是，会比较稳一点的。OK， 下切，持续推进中，加油加油！哇靠，这个天气真的很好。天气啊，空气不好。没关系，不是白墙都好。OK， 今天穿这双 New Balance 加黄金大底，还不错。帅帅啊，帅起来啊，各位！这个造型还算不错的，中筒设计就是可以止滑、稳定，算是都不错。然后鞋垫预设，原厂的鞋垫我把它换掉了。抵达交错点，我们会走大雪山林道 0.7K， 也就是 27.3K 的出口下山。哇！这颗，这是一颗吗？感觉很多颗汇集而成，一颗大的。吸收一下，吸收一下，你不要被吸收啊！OK， 回到家了，来个腿部按摩，但还是有几点在爬鸢嘴上有看到一些现象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不要再穿休闲鞋去爬需要拉绳攀岩的山，好吗？各位，看到什么 New Balance 574，傻眼；372，傻眼。这是在都市休闲平地的休闲鞋拿去爬山，你那双鞋爬完这次应该都废掉了。建议大家还是买有黄金大底的登山鞋，然后尽量是中高筒。保护你的脚踝好吗？好了，第四次征服鸢嘴山成功。